15日，凤小岳、陈婷妮等出席某品牌发布会，伍佰、杨乃文担任走秀嘉宾，压轴登场。伍佰一袭英式外套搭配半身短裙出场，秀出精壮小腿肚，引发尖叫不断。虽然裙子长到膝盖，但保守的伍佰仍然很担心走光问题。我走光的时候，他要，你走光你要不要跟人家讲？哦。伍佰和杨乃文都将推出新专辑，两人一碰面也是聊个不停，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合作呢？没有想到那么仔细，可是我相信合作的方式有很多，是，所以也许会。凤小岳因为风靡格斗被朋友误伤，右眼清晰，可见伤疤有一点损害他花美男的外形，不过他自己却毫不担心。没那么想，现在还是在预疗期了，还没有完全，就是伤只是要花时间疗的，所以不怕将来会留下疤。还好，反正这个其实是大众伤啊，每个人都有。看来长得好看的人是一点也不会担心脸上伤疤问题的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